今天给大家介绍是宝马，对，丰田 GR Supra， 抠抠两下，不跟宝马一样吗？还是这个老规矩，先看一下发动机。这个是 GR Supra 2.0 版本的 i4 的一个发动机，最大的一个马力输出是255，轮上扭矩的话是295，8AT， 相当不错的一个小钢炮。机盖一上，把 logo 一遮，怎么感觉马里马气的？那么看一下这台车外观整体它是什么样的，我们扫一圈可以看得出来，总结起来两个字，灵活。看一下这底下的这一圈包围，不知道有用还是没用，但是挺好看的。后备箱打开还是手动的，空间的话是比较小巧的，放点个人出行的用品还是够的。打开看一下乘客空间怎么样，两个人一起坐嘛，出行就靠两个人，没有多余的位置，是不是？小情侣可以坐一坐，但是你女朋友喜欢宝马还是喜欢丰田呢？我们坐进驾驶位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不说，你把这个 logo 一遮，是不是太像宝马了？这个板把，这个操作的一个界面，以及这种调空调的这种旋转按钮，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香？总之40000多买不了吃亏，50000内就搞定。你说这台车你愿意花5W 去选择它吗？这一台披着丰田外衣的宝马 J4。